个位数加法一加二，我们还是先数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再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这边是一加二，一就是一个方块，二，一、二两个方块，一加二。就是这个加这个，总共呢，一、二、三，变三个方块，所以等于三。可以看这边也是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三个方块。要开始算呢，就从一开始往下算两个，所以是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。答案就是三。